啊，那老大姐，没有老阿姨就不错了，好不好？老大姐可以吧？你对其他的伙伴，我觉得你的关键字是聚啊。哦 ，OK， 我现在看到你，你会凝聚同仁的向心力哦，所以我觉得，哎，你现在呢，需要再聚这一股人气，然后带到新的店，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哦。好，那再来是那个玉衡啊，哦，就是我送你的字叫转啊，哎，瞪啊，哦，为什么是转？我想就像刚刚这个总监也讲嘛，哦，本来都不要恭维啊，哦，但是现在已经开始瞪大人啊，你刚感谢谁啊？你感谢一下，真是你怎么不感谢容易你的师傅？我心里面替你捏把冷汗，你在讲你在感谢医生的时候，你师傅那么重要，你不感谢，所以你就转不过来啊。直接讲容易，但你讲完就是讲都是这样，那么道理讲。哦，你太焦急了嘛，所以我送你这个转字，就应该给他登塞哦，圆融一点，然后呢，把其他后尾哦，那状况搞清楚哦，这个转字。草屯啊，直接送一个字叫家啊，人土土啊，这叫盖贺啊，变成拱啊，对对，就现在很好，那继续保持家就对了嘛哈。好，那刚回来讲 NU 哦，冈山，好，我觉得心灵的状况还很差，那心灵在哪里啊？好 ，OK， 所以呢，我送你的关键字叫练呐，爱给练呐，一点要不高啊，好啊，这个可能是我感受到啊。你想改变这个气势是有的，可是那个就是熟练度要再加强哦。你会从一些就像你会，你看到、哦、你桌力是卖最好，卖了300多，对，就是你会拿小东西来练兵，那我觉得就要持续做下去哦。所以送你的是练，然后呢，园林是亚兰这边哈、哦，如果撇开，因为亚兰这两个月才回来接，园林是我们的老字号，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招牌哦。我觉得他需要被跳啊，要跳起来被看到啊。好、哦，现在不管谁未来在园林店，都要有那种跳的思维。园林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哦，它也是我们自己创办人这边哦，大家聚足在的一个所在地，所以跳出来被看到很重要。好，那崇德呢，就是学硕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送你的是气呀、啊，气不足啊。好，跟你的身材无关，但是你的身材就会决定你讲话的 cushion。如果你有宪哥的一半，大家都听你的。可是呢，你现在还是很菜，所以你的气势杀气。好，我本来是要送你杀字，但想想这关键字听起来好像叫你去杀人不太好啊，所以我马上把杀化掉，改成气好了。杀气势，好、哦，把杀气腾腾，气势千条，类似这个气的捆来带船，好、哦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张宗正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婷雨小可爱，你觉得我要送你什么？你自己讲一个字好了，自己送自己，美啊、哦，小可爱很美，你猜对的话，我请你吃晚餐。你说给我可以猜猜，但不要吃了哈。定 ，OK， 好，那也可能是你的功课。我送你的是局呀、啊，局势的局呀、啊，大局小局。我觉得那个局有一种动脑，就是你要思考，有很多东西你可能太鲁莽，或者是很多东西你可能会冲哦，但是你少了观前顾后的那个局势分析、情势判断。哦，这是我自己在长期观察你这一两年下来，哦，我给的结果哦。那这个一三呢，其实一个给加嘛，那我就给优就好了嘛。对，你看有人就已经猜到了，就优嘛。可我们发现最后那两家，他把那个所谓的明年的数字，我想这总监应该看的就很开心，财务长看的也很开心的。大概你们知道吗？你刚才上台报告都呈堂证供，成为我们接下来这一两个礼拜要打考期很重要的 show time 展示时间。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多领了一些钱？像他们两个就很聪明，他们太奸诈了。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你们都不讲，我来讲，哪有钱我先领。”哦，你们两个是抱着这种心态？
不是，在这个。